干他是一条蛇吗？干你娘欸！干你娘到底是蛇啊？干你娘欸！干你娘欸！干你娘欸！不，嘘，不是，他不是蛇，他绝对是一个腰带之类的东西，不可能，我们家不可能出现蛇，但是他不动，但是他好像。怎么这么像啊？看你俩超像欸！哎，奇怪到是不是？灯，干活录影不能开灯，超级白到底是不是？超级白，超级白！干你俩，我就给他鸡排！干你俩，我今天就给他鸡排的，干你俩奇怪。干你啊！姐，我现在好像智障，跟他不是扯，他只是一个皮带，我超智障。干他又是啥？干我要丢他吗？干我要丢他，我必须丢他。哦，干你娘，那么恐怖啊！等下为什么要怕蛇？我属蛇，蛇只是一个软软的东西，对，它只是一个软软的东西。我很强，我是男人 ，Big Man，Big Man，Big Man，Man，Big Man。他不是，好像哦！我操，你怎么这么像一条蛇啊？干你俩根本就是蛇啊！干他到底是不是啊？超级美，超级美到底是蛇啊？干会疯了，会疯了，会疯，会疯！哇，干你俩，你完全就是一条蛇的样子哎！喂！屁啦，你就是一条蛇啊，屁啦，完了，他就是一条蛇啊，我看你会疯啊，干嘛拿什么丢的，不是啊，真的就是一条蛇，干嘛不敢靠近，但是为什么他不动，不可能，这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喂，我没有东西可以丢你了。喂，感觉没有重力啊！让我拿什么丢你了？这个怎么？不是啊，你怎么这么像？这真的是一条腰带吗？真像锅头了吧？等我丢中了，我一定要丢中了！啊！他什么都不动。啊！快点，快跑！这个不知道梳子还是什么的，不是太像了吧？就是啊，就是一个蛇的样子。不是啊，怎么可能会出现一条蛇？干他就是，他一定是蛇，我确定啊，好像不是蛇，不是蛇，没有，真的就是干你俩，我怎么办？我要洗澡，我要去健身了。不是啦，为什么他不动？你也动人家，让我确定你是，不然真的好奇怪，好奇怪，你真的就是。我丢了，为什么我要这么怕蛇？我好奇怪啊！我丢他！啊！干你娘的蛇！我到了，超级美！我一个人在家，干我属蛇，干他懂，干我是男人，为什么我这么怕？看这段影片一定要上传到 YouTube， 干你，我这可以混一部片。我干你那是蛇，天哪！干，可是我要是上传这部片，大家知道我家蛮乱的，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没有很有钱。好，这部影片。啊、哦，干娘，我真的，我原本以为这只是我这一团衣服蹦出来的，就我不小心打到这条衣服，然后掉下来一个皮带之类的。我原本的想法只是这样，我然后就拿起来拍，我会觉得说，我拍下来，我发现一个皮带，竟然我把一个皮带竟然当成一条蛇，很好笑。结果干娘真的是哎、欸。
根本降，我将太娘炮，等下，我现在冷静一点，蛇嘛，啊，我现在是拍传说对决的，传说对决里面哪一只角色是蛇？有传说对决里面应该有一只角色是谁的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拿三叉戟那个啊，那个鳗鱼叫什么啊？那个鳗鱼，还是叫什么？叫忘记。Oh my god！ 我的妈！为什么我讲啥？我的妈！为什么他听不到我讲话？为什么我丢了两个东西下去之后他没有反应？然后我丢了那个树差点砸到他，他才动了一下。哦，巨石子哦，好险！我现在一下楼就看到他，如果我洗澡洗到半路突然跑出来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娘，我是一个很 man 的人，但现在状况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什么天性，我真的超怕蛇，可能是因为我属蛇。对，好，我现在走到我电脑桌前面了，我打算打赖给我爸，然后记录一下这对话过程。干你娘！我爸没带手机。哎，喂，爸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你楼下楼下？你不要。家里有蛇啦！你不要动，你看到吗？对啊，看你，很恐怖。啊？好。没有，我现在好的卡在，你不要动。看你俩要走。你好。今天我家有蛇。然后叫阿公约我，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我家里楼客厅。客厅啊，好，你帮我拿看着啦。应该很快，你也跟他抓，你拿来跟木棍。对，那个狮子，他怎么都不动，在那边有毒的。有毒啊，这只有毒啊。不懂了。你会怕蛇吗？哪里不怕？独立的哦，他好像有出什么东西，可能出老鼠了。他现在在出东西，他在氧化的嘛。消化，在消化，不能不走。还是我们就养他，他帮我们吃老鼠就好。我一穿个裤子，我的路线就是从这个房间，先走，然后里面是楼梯，然后往下一看就看到蛇。你把它看走了哈。嗯。剩下我跟你的蛇先生。前几天我们家买了一个微微泡面，被老鼠吃了一包，我很不爽。啊，也许是你听到我的心声，你想要帮我制裁他，但是我还是没办法跟你当朋友。看他肚子怎么变那么奇怪啊？看他进化是不是？神奇宝贝，我尾巴在动，我再等一下，我你不要动，完了，那就动啊 ，fucking move。很乖，还是我为你取一个名字，你以后就叫小金，惊吓的金，因为你真的是着实的把我吓了一大跳，好不好？我整个惊吓，我原地吓到哎、欸，我真的原地。小金，你先有吃饱吗？该不会连我都想吃吧？但是你要吃旁边那个梳子给你吃，上面还有一点调味料，大概十年的灰尘的调味料。干他忘记妈的鸡巴！干你娘！你真的要吃那个梳子哦？他在动啊，准备要走了。干他现在动得很大力耶！干他往前了。对啊。还是被出针了，被亏针了。那就问来改一亏针。该修爬。来了，行。现在把它弄灭，我不敢弄灭，你看它。Thank you.